工作室上也是我住的地方啊，只是我把我房间用了啊，你们待会就知道了。好了 ，FX3 是刚买是不是？对，刚买。刚买，但就不是很会操作。那你之前用过索尼的东西吗？完全没有，我是用 Canon。那你有看一下它的说明书之类的吗？说明，大概看一下。